因为要比赛，然后所以接下来郭条行先生以及施巧笑小姐有没有？有，来大方的走进来。接下来陈天生先生以及傅香兰小姐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接下来苏文忠先生以及赖月娥小姐有没有？有的话就直接进来了，带着你的舞伴就直接进来了哦。OK， 接下来杨艳芳以及王秀玲小姐有没有？没有啊，那是不是？好，请进，请进。这么场上就是三队，还有没有？你应该要进来，但是我没有念到你名字，或者是你不应该进来，但是我念到你名字了，有没有？场上有几队？一二三，看起来还像等男士是吧？这个是业余的对抗，业余的对抗。好 ，OK， 这是对抗，还没有到比赛，还没有到比赛哈。到的时候我会提前跟各位选手提醒。好，陈天生下来了，所以场上有一二三四四队，两首舞曲，第一首舞曲慢。请张薇薇老师跟几位来一起合照。